首先连接到台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为民服务系统，然后选择事故资料申请，然后在下面这个地方输入案件基本资料。通过验证之后，可以选择你要申请的项目，然后输入申请人的基本资料。然后选择取件的方式，我们有自然人凭证取件、健保卡取件跟临柜取件。那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，就选择自然人凭证；如果有健保卡，就选健保卡。然后接着按下一步，验证健保卡。通过验证之后，就完成申请。